告诉他们，只要你们说老实话，保证不杀你们。只要你们说老实话，保证不杀你们。大哥，再让我打碎他们两根骨头，看他们嘴还硬不硬。算了吧，我们走。大哥。 大哥，应该杀了他们。杜大哥，八路军不杀俘虏，他不杀，我杀。孙姑娘，你，小通，现在我们要尽快离开这儿，以后再说吧。 还是被发现了。离石头峡还有多远？大概20多公里。那是最后可以消灭他们的地方。他们也许知道后面有追兵，但绝对不会知道我们在前面设了埋伏。所以，那是消灭他们最后的机会。哎，跟上。 风停了，这会儿耳朵盖好使了。操我的心干嘛？管好你自己得了。谁操你的心了？我这是为大家着想。到时候小鬼子又追上来，怎么办？你以为小鬼子那边就没有能人呢？哼，有能人也没你能啊。你要是觉得你自己能，就让你那窟窿也别闲着，让我歇会儿。哎，你这人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？我夸你呢。 左边是石头峡，右边是天石阵。你不想走石头峡？还不确定。可是天石阵有一个中队的鬼子在驻守。 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经过那里的消息，是啊，现在这两条路都不好走。
所以我认为我们要走石头峡，鬼子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设下埋伏。待命，我们守卫不能相顾，如果那几个中国人打我们埋伏的话，他们不会这么做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快到达他们的根据地，而不会和我们纠缠去冒被困的危险。还是小心一点的好，那几个中国人去传我的命令，让后面的人加快速度，我们一定要在石头下包围他们。让后面跟进，加快速度。跟上，快点！营长啊，我们到了。好，停尸阵，请进。来，加快速度，快！I'm sorry, I can't walk now. 他说什么？营长，江森说他走不动了，不行了。兄弟，这事儿还得麻烦你。没问题。来，抱起来。来，来。兄弟，这山路行吗？没问题，他披荆的，背头牛都行。那走吧。吴娇，吴娇，你累吗？
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要是他们走石头峡怎么办？他们可能去了天石镇。可哪有我们一个中队啊？没有准备，人再多也没用。我们立刻赶到天石镇，包围他们。走，走，走，跟上。大哥，怎么了？有情况。一辆汽车，两辆摩托车，是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的。隐蔽。先生，你没听错吧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小童，廖大哥，我信你，你肯定不会听错。真让这小子蒙对了。田柱，你去跟着他们，看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，别暴露。一会儿在这里的聚贤客栈见面。好。时刻保持警惕，千万不能放松。哎，老王，哎，小鬼子的衣服我都给你拿来了。好，快看看。哎，这是给咱们侦查的同志准备的，不知道合不合适啊？哎呀，好，太好了。王仁的衣服在那个屋呢。好，小王，嗯，把这些衣服赶紧给大鹏他们拿过去。是。哎，来，小童，哎，我来。你和宋姑娘赶紧换衣服，换完以后咱们就走。是。吴江，走，我们去换衣服。我不穿这脏东西。你必须穿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安全的出镇子。我不穿。现在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。嫌我任性，我可以走啊。你怎么这样？好了，小童。既然宋姑娘不愿意穿，我另想办法。
这衣服也太难看了，这一身屎黄。哎，大鹏，我总觉得你穿这身衣裳比小鬼子还像小鬼子。可不是嘛。哎，杜大哥，我看你穿这身衣裳还像个地里下鸟的假人，是不？去，就我穿上这身衣服，咱们说也是鬼子中佐。拉倒吧你，得了吧。怎么还没换好？大哥，马上。抓紧时间。对了，把换下来的衣服全部放在背囊里带走。是。大哥，回来了啊！他们停在什么地方？镇西仓库。好，换衣服。哎。要不要先跟我们的部队取得联系，然后再包围镇子？他们应该停留不会太久，应该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带人争取在镇中把他们包围，你快去找木村中佐包围镇子。嘿，快！后面的人跟上，快！后面的人跟进我，快！嘿，快！行。
小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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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王。小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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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他娘的给我醒醒！小王，小王。王晓松同志今年18岁，从他15岁参军开始到现在3年的时间，他从一名听到枪炮声还会吓得尿裤子的半大小伙子，成长为一名坚定勇敢的八路军战士。今天他为了掩护我们所有人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王晓松同志是我们的战友，他更是我们所有人永远的兄弟和朋友。我们要记住他。兄弟，我杜大鹏是个粗人，也不会说啥。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，我会好好跟着大哥一起打鬼子，这个仇一定替你报了。小王，你生前一直想看廖大哥的真面，廖大哥都没给你看，别怪廖大哥。董文心，等。
解庆。经理，经理，经理。那就等把鬼子赶出中国，俺再去见俺娘。好啊，好样的！等完成这次任务，一定让你回去见你娘。真的，营长，我保证。又是一个失败，阁下，这次任务失败，都是山木少佐指挥无方造成的。那这次，如果让你指挥，你有决胜的把握吗？我，我看你们就连他的影子都看不见，别说是一直跟到天石镇，而且差一点就在那儿把他们消灭。你找到你失败的原因了吗？属下不该将石伟中队调到石头峡，而应该调往天石镇。那如果他们不去天石镇，而是走了石头峡呢？其实，你的每一个判断都没有错，你始终在紧紧地咬着他们。如果他们真的走了石头峡，你现在就可以全胜而归了。可是他们偏偏就走了天石镇，而且那儿还有我们的一个中队。是的，阁下，我认为他们清楚这一点。我们在天石镇的这个中队，应该是可以让他们望而生畏的。可是，在石头峡的石尾中队，却是他们未知的。所以你认为他们会避开我们这个中队而走石头峡？是的，阁下。这就是你失败的原因呐，山木，你明白吗？将军阁下，请讲，高堂少佐。我始终认为山木少佐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天石镇是他们绝不愿意去走的一条路，因为我们在那里的兵力处于绝对优势。这恰恰就是失败的原因呐、啊，请阁下明示。你失败就失败在太自信，由于你过分的自信，导致了你的失败。其实，你的每一个判断都没有错。你在石头峡设伏，也是有战略眼光的。你对天石镇敌我兵力的分析，同样也是具有战略家眼光的分析。可是由于你过分的自信，认为敌人一定会走石头峡，你就没有在派石尾中队前往石头峡的同时再派人到天石镇
去通知木村中队做好准备。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如果你再往前想一步，再往深想一寸，你现在就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了。嗯，我明白了，阁下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如果不是我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就该想到这一层。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是需要自信的，但在自信的同时，还要有一种虚怀若谷的胸怀，一种自我审视的意识和能力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对对方指挥员能力的审视，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判断。你现在是真正的明白了，自信的基础是不自信，是对敌方指挥员的高估，是敢于认为敌方指挥员比自己强的一种态度。如果是建立在这种前提下的自信，我就会意识到他们早就已经识破我在石头下的设伏。最起码你得意识到敌人有可能识破我的这个计谋，这样你才会想，假如真会是这样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就会再往前想一步，而派人前往天石镇，并将敌人消灭在那里。可惜的是，你的过分自信将这次的胜利葬送了。感谢阁下的指教，山木记住了。啊，我喜欢这种上下级之间的讨论。您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，将军阁下。啊，同样也让我受益啊。不过战场上的形势是瞬息万变的，并不是有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那种意识，你就能永立不败之地。我还要说中国那句老话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有绝对的常胜将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强中还有强中手，这也是中国的一句谚语。那什么是强手中的强手呢？那就是智慧。我认为那个八路军的指挥员非常厉害，他的智慧远高于我。山木少佐，这就是你胜利的开始啊！若是你早一点能将自己提升到这个意识，我就再给你开庆功会了。山木少佐，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情报。你说的那个八路军指挥员，他的名字叫王木峰。看看吧。祝你成功。嘿。军领导称为木神峰，只能驱使神仙为其取胜之意。出生年月不详，木神峰，我们还会碰面的。山木，我刚刚听说，神谷中将受到了总司令阁下的严厉训斥。
严厉训斥。就是因为那个美国人。是。听说他手上有帝国的最高机密。帝国的最高机密怎么会落到这个人的手上？是国内反战组织窃取的，他们派专人把情报送给中国的八路军，在运送途中飞机被我们击落，那个日本人在临死前把情报交给了那个美国飞行员。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？没有人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它关系到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。太平洋？难道我们要对美国开战？很有可能。神谷中将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统帅，否则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和庆幸。嗨。